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حد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من لا نبي بعده، وبعد فدخلوا إن شاء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سيوامن شوية الجيخوي. نعم، 今天想要和大家所分享的题是圣训学当中的一门学科圣训的发表背景。为了方便于理解古兰经，为了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认识古兰经的内涵， 学习圣训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圣训和古兰经之间的关系呢，二者都是天气的。那么古兰经是文字和内容，它都是天气的，而圣训呢，它的内容是天气的，而文字是释迦牟尼自己组建的。可是圣训与古兰经之间的关系呢，是无法，圣训离不开古兰经，古兰经离不开圣训的。 而对古兰经概括的这个广义方面，圣训是最权威的解释，圣训是最有资格对古兰经的每一节经文做出相应的介绍和解释。因此呢，掌握圣训是对我们穆斯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略的责任。而今日我们想要所讲的圣训学当中的一门学科，就是圣训的发表背景。那么讲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圣训，它跟古兰经也是一样的，因为呢，古兰经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经文呢，它都有自己的当时的发表和降世的那种背景和特殊的那种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那么圣训也一样，圣训也是同样的，每一段释迦牟尼的成千上万的圣训呢，它都有自己的发表的背景以及传述的背景，以及当时的那符合当时的时代条件。 因此呢，有些圣训，它是我们非常有必要掌握它当时的那种情况和当时的一些因素，因而来掌握圣训与圣训之间所存在的问题。而在这个方面，特别我们举出这个相关方面的几段圣训。释迦牟尼在圣训当中说 ：“Antum ma'lamukum fi umuri dunyakum。” 释迦牟尼发表的此段圣训，对很多的人理解方面呢是比较困难的。 此段圣训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最了解你们今世的事物，就是说对于你们自己今世的事物呢，你们自己是最了解的。而这个圣训呢，被很多的读者呢误解，就是说好像释迦牟尼此段圣训他提到的先知与今世是无关的，他是这样说的。那么实际上是则不然，因为呢，释迦牟尼说此段圣训的意思呢，不是因为针对说 释迦牟尼的今世什么有关系的，好像释迦牟尼只注重未来的后世，而不注重现世，不是这样。可是释迦牟尼所此番圣训，他是那在这个方面，我们相应的可以举出几段圣训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释迦牟尼有一节圣训，释迦牟尼说 ：“Antum alamu fi umuri dunyakum， 你们是最了解你们的今世的事。”那么此段圣训被广大读者呢在 阅读的过程当中导致的一些误解，就是说先知此段圣训好像释迦牟尼说明他本人与今世生活的一切好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此节圣训的表面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你们的今世的事你们自己是最清楚的，而且在这里呢释迦牟尼所说的你们的今世的事你们最了解，那么实际上呢这正就需要我们用此刻我们所学习的这段圣训学当中的这门学科 来掌握此段圣训的当时的背景和以及他处理的方法，他与一段圣训和另外一段圣训之间的这种归纳和他的总结，然后提取他的精华，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圣训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门学科。此段圣训释迦牟尼当时发表，他是有特殊的一种历史条件下，释迦牟尼发表了此段圣训，说你们最了解你们的今世的事。当时释迦牟尼出到麦地那的时候，发现当地人 有一种在每收分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收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把数字
把自己他们在麦地那所有的那些树苗周分，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后来当时使者阿拉伊斯兰见到他们的这些事情之后，当时使者阿拉伊斯兰说，或许呢你们不这样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当时所有的圣母弟子听了之后，圣母弟子以为呢使者阿拉伊斯兰的每一句话，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方面的每一个指点，他都是有必然的益处的。所以呢那一年恰巧呢，他们就是不同于往年和往常，他们放弃了对树苗的那种收分。而到年底的时候，秋收季节的时候，的确那一年的收成呢是恰恰是不如往年的。所以很多的人来告诉使者阿拉伊斯兰，主的使者啊，当时你说了我们对今年对我们的树苗的这种收分，或许呢是不收分可能会结果呢更好一些，可是呢今天我们的收成呢的确就损失很大，不同于往年。然后使者阿拉伊斯兰当时说的，对你们的今世的事你们自己是最了解的，我不一定在今世的事情方面我都了解得清清楚。然后呢使者阿拉伊斯兰又同样另外一段圣训来解释他的这一番话，就说 إذا أمرتكم بشيء من أمر دينكم من أمور دينكم تخذوه وإذا أمرتكم بشيء من أمر دنياكم ف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使者说，如果我命令你们用你们的今世的某件事来命令你们的时候，用你们的教门的某件事来命令你们的时候，你们尽力的遵循它，因为我受到的在每一个呢都是教门方面的每一句话都是所受到的启示。我也在 أمرتكم بشيء من أمر دنياكم فإنما أنا بشر مثلكم。 如果命令你们用今世的某件事情来命令你们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和你们一样的普通的凡人，我有对有错。所以使者阿拉伊斯兰当时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见得就说所有的事情方面，生活的很小的细节的事情方面，使者阿拉伊斯兰自己明确的解释他的这些事的时候，我呢在这个方面和你们是一样的普通的凡人。在教法律例方面，使者阿拉伊斯兰每一句话他都是所受到的启示。而在这件圣训，他与我们之前念到的这些圣训之间的对比和归纳，一段圣训来解释另外一段圣训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圣训与圣训之间处理的方法。而我们之前所念的那段圣训，它绝对不是我们读者所理解的那种，就是说先知和生活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这样的。它这个圣训也不能说明使者和同样是没有关系的，它这是彻底是两码事。而使者阿拉伊斯兰这一番圣训，他只能说明了当时使者阿拉伊斯兰说这个话的意思，后来被他解释了，用另外一段圣训来解释的时候，他就说明圣训和圣训之间需要对比和比较归纳，然后呢提取它的精华。那比如说使者阿拉伊斯兰在伊斯兰的初期阶段，当时允许了圣门弟子们，禁止圣门弟子们上粉，后来使者阿拉伊斯兰又开放了，允许了上，也就是说كنت نهيتكم عن زيارة القبور فزوروها الآن فإنها تذكركم الموت。 我曾经禁止你们上坟，今天我现在允许你们上坟，因为上坟呢它会让你们想起死亡。那么这个呢是前后发表的两段圣训，那么这也是圣训学当中的圣训的发表和圣训的时间背景，它都是独立的两门学科，一个是圣训的发表的背景，一个是圣训的发表的时间，它都是前后有顺序的。那么此段圣训它也是针对上坟方面的圣训，它是前后两次。那么圣训一样的一种做法，一样的一个功修，那么同时出现不同的两段圣训的时候，处理的从圣训学的角度处理的方法是，它在圣训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和这样的一个原则，就说 يوخذ من فع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أخيرة ثم الأخيرة。 如果说使者阿拉伊斯兰对一段圣训方面，对一个问题方面发表了两段不同的圣训，而这两段圣训的时间是完全是前后不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从原理上，圣训学的原理上如何遵照圣训的这些方面，原理上就是说 يوخذ من فع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أخيرة ثم الأخيرة。 使者阿拉伊斯兰所前后发表的圣训当中，后者呢将废止了前者，也就是后边发表的此段圣训它具有法律效应，它是立法的依据，而之前同样的内容同样的问题
针对的一个问题发表的圣训前后不一样，而这个当中需要查找这两段圣训发表的时间段是哪一个在前，哪一段在后，而后者呢，从原理上是废止了前者。那么就是说，之前是禁止穆斯林广大穆斯林上坟呢，这是伊斯兰的初期阶段，现在伊斯兰的前部分的时间段当中所发表的圣训，而后者呢，后来我允许你们开放了上坟的这个问题，因为它会让你们想起死亡的此段圣训，显然是根据历史圣训学家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当中，它是后来才发表的圣训。因此呢，圣训学当中是一个是塔赫利就哈迪斯，它的发表的背景，一个是它的时间的背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时间和地点人物随着这些方面的不同，圣训它所针对的方向和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也是需要这个 Element min Ulum al Hadith 圣训学当中的一个小部分方面的一个处理的方法，这也是独立的一门学科。那么再比如说是 Al-Islam 同样在圣训当中发表了 Shariqu wa gharibu and al-ghayt， 当你们上厕所的时候，先知圣训当中所发表的所提到的是朝东和朝西，圣训当中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类似这样的圣训，同样我们需要掌握它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当时的历史的条件。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因为整个每一个全球穆斯林他在地球上的所处的位置以及他的地理位置呢是不一样的。随着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地理位置的不一样，那么他朝向做礼拜的时候，他所朝向的方向也是不一定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穆斯林来说，我们朝在上厕所的时候朝南和朝北呢，那这是我们的刚好是我们应该在圣训当中是朝东，这个朝南和朝北，那么它是刚好是避免了两个禁止的方向，一个是天房的方向，一个是日落的方向，日出的方向也是天房的方向。而可是在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当时先知发表此段圣训的，他是在麦地那而不是在麦加。那么在麦地那当时的地理位置上，圣文帝怎么朝着天房的方向做礼拜的话，那么他们的朝南和朝北呢是相当于我们的朝东和朝西一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朝东和朝西，上卫生间的时候是朝东和朝西呢相当于我们的朝南和朝北一样。因此呢，它是随着这个时间和地点的地理位置的不一样，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此段圣训呢，绝对有它的局限性和它的当时的那种锁定性。那么它这个特殊的麦地那的那个地理位置呢，针对天房的这个方向所发表的圣训。那么今天对我们祖国的穆斯林来说，我们在上卫生间的时候，朝东和朝西的确是被禁止的方向，因为它一个是天房的方向，一个是日出的方向。所以呢，类似这样的圣训，我们不可能从停留在圣训的表面的意思上，而且是研究圣训的当时的发表的历史条件和它的时代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同时还有呢，在圣训当中，是的，阿里斯拉姆曾经是做过这样的不同的两种祈祷。一种祈祷呢，就是的，阿里斯拉姆说，主啊，阿拉哈马因尼艾塞鲁克安哦黑尼的米塞金，或者说阿拉哈马因尼艾塞鲁克托黑尼米斯基南瓦托米托里米斯基南瓦托舍尼菲兹马拉托米塞金，说我向你要求，你让我呢以群人的身份让我生，群人的身份让我死，并且呢让我在群人的行列当中俯身我。那么这是呢使者阿拉伊斯兰在圣训当中他所做出的这个祈祷。那么从此段圣训的表面去理解圣训的意思的话，我们的确就能只能理解得到一个什么呢，使者阿拉伊斯兰好像穷呢就是使者阿拉伊斯兰所喜欢的，因为呢是圣先知呢在此段祈祷词当中他所祈祷的说，他生死呢他都是一个群人的身份，从生到死他希望自己是一个群人的身份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离开这个世界，甚至呢在俯身日当中，在俄罗在俯身的时候让他呢在群人的行列当中来俯身他。那么从此段圣训的表面上的确能够理解得了，使者阿拉伊斯兰要求平均的就是使者阿拉伊斯兰所渴望的，他所希望的。那么可是我们怎么能理解呢？难道就是说贫穷呢一个群人的身份来生与死是对先知来说如此重要吗？
或者说是我们伊斯兰是不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当一个群人，然后以群人的身份面对生活的一切，甚至呢在群人的行列当中越群是越好，是不是这样的？这固然是错，因为呢至于古兰经，首先古兰经的铭文是内容是相冲突相矛盾的，因为古兰经当中说了本来定了多年哈萨呢我非了爱黑了哈萨呢我跟他在本来，这些经文当中说主啊你让我是今世要幸福后世也要幸福，那么一定要伊斯兰我们都知道它是提倡两条腿走路的，它是在两世兼顾的基础上让穆斯林要全面的发展，而且不光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取得成功，而且未来世界也要取得成功，而且两世一定要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走在时代的前沿。那固然伊斯兰的核心的理念和主导思想呢绝对不是说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一个群人的角色来面对生活的一切，然后用我们贫穷的这个身份来介绍伊斯兰向外推广伊斯兰，不是这样的。因为呢类似解释这些方面的圣训还有别的圣训，同样在解圣训在解释圣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圣训的真正的用意在哪里。因为另外一份一个圣训当中使者阿里斯兰同样也做过这样的祈祷，与此段圣训截然不同的内容是彻底是相反的一段祈祷字。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faqri，主啊我向你从贫穷上求保佑，我求保佑你。因为另外一节祈祷词当中跟着阿里斯兰祈祷就是 Allahumma inni as'aluka min al-faqri，与此段圣训是截然不同的彻底相反的一个祈祷词，就说主啊我向你求保佑免遭于贫穷。那么此段圣训与之前此段祈祷词是阿里斯兰的祈祷词与我们之前所念到的这个祈祷词之间的这个矛盾和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也就需要圣训和圣训之间从另外一个处理的方面去处理此段两段圣训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折取它的两个方面然后提取它的一个中正的一个精华，那就是我们所遵循的目的。那么此段圣训的处理方面的时候它不只是时间和当时背景的问题，而是呢此段圣训之间都有当时的特殊的那种解释的意义。先到阿里斯兰姆当时所要求的就是说主啊你让我以群人的身份让我生活，群人的身份让我死去，群人的行列当中不生我。那么实际上此段圣训的意思是他并不是在要求贫穷的本质，群人的根本，也不是说他非得要想当一个群人，不是这个意思。而他所要求的是哪一个群人呢应有的风范 adabul fa， 群人应有的风范，群人应有的那种低调和他的那种谦虚，群人应有的那种礼节，以及呢应有的那种面对一切事物的那种容忍和那种心态。而之前他所要求的是呢另外一个祈祷词当中 Allahumma inni a'udhu bika min al-faqri， 的确是呢就是他是从贫穷方面向真主求了保佑。因此就是说此段圣训这个祈祷词和两段祈祷词之间的这个比较过程当中，他不是向真主在要求贫穷的根本他自己愿意想当一个群人，不是这个意思，而他在要求的群人应有的那些礼节和那些风范，那些谦逊那种低调，而不是贫穷的本质。虽然这两段圣训之间实际上是不矛盾的，因为他是从不同的方面所理解他。因此呢类似这个呢这样的圣训出现的是非常的频繁，那么需要我们在解读理解阅读这些圣训的时候，我们需要出现两段圣训之间或者三段和多数圣训之间的比较的时候，我们需要圣训学当中的这样的一门学科这样的工具来处理圣训当中在我们读者看来表面上所存在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样是阿里斯兰当时在圣训当中所发表的关于圣门弟子呢他向他请教关于比扎尔的水晶的问题。圣门弟子呢扑到麦地那的时候，麦地那有一个水晶叫比扎尔的水晶，那么这个水晶呢是针对他的问题呢圣门弟子们向使者阿里斯兰请教阿拉的使者关于比扎尔的水晶方面你给我们说一下，你给我们给一个关于这个水晶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去利用它使用它里边的这个水。可是使者阿里斯兰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晶呢，圣门弟子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这个
是非常的肮脏的一个水晶，里面很多的牲口呢，德瓦比这个特里多一类，很多的牲畜呢是牛羊马都在这个水晶里边喝水。而且呢，那么同样当时的圣门弟子呢，向师长类似的我们请教了关于麦地那的比索尔的水晶的问题。因为呢，圣门弟子们说到麦地那的时候，麦地那其本身是缺水，很少有水晶。然后呢，当时很多的人从很多的圣门弟子呢，从阿布拜克的那里，阿布拜克的呢用自己的血汗钱从犹太人那里就买来了很多的水晶。而在比索尔的这个水晶的这个问题方面，圣门弟子们呢，他们去请教真主的使者，主的使者啊，关于比索尔的这个水晶方面，你给我们说一下。然后使者阿赖斯再问，那么同样当时使者阿赖斯他们关于比索尔的水晶方面所发表的圣训，依然我们需要去理解和了解他当时的那种特殊的情况。当年圣门弟子们出到麦地那的时候，他们问真主的使者关于比索尔的水晶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主的使者，你给我们告诉一下比索尔的水晶的问题吧。当时在麦地那，圣门弟子们缺水，很少有水晶，只有那么一座比索尔的水晶，是当时他们唯一所拥有的。后来呢，就肯定就多了。那么，然后使者莱斯他们再就问，那么比索尔的水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晶呢？圣门弟子们告诉他说，它是比较来说是比较脏的，很多的牲口呢也在此水晶当中喝水，而且在人们呢。那很多的垃圾呢全部扔到这个水晶里边，可是我们现在依然使用的是这个水晶，所以水晶里边的水，那么主的使者请你告诉我们这个水晶我们该是如何使用它。然后使者莱森告诉他们说，此水晶呢依然是干净的，此水晶依然是干净的。那么从此段圣训的表面上我们能够理解，要如果从表面上去解读或者看待此段圣训的话，我们觉得如此肮脏的一个水晶，使者阿赖斯拉姆说它依然是干净的话，那我们该怎么样理解这个卫生的问题或者干净的问题？那么实际上，那么此段圣训它绝对不是我们从表面上去理解的那种含义。因为当时圣门弟子们虽然向使者阿赖斯拉姆请教的这个水晶的问题是，他是根据圣门弟子们所口述当中的内容，可是后来的圣训学家的专家在详细的破解解释此段圣训的时候，就说，实际上此段圣训它有很多的原因，使者阿赖斯拉姆针对他说此水晶依然是干净的，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和理由的。那么一个方面，当时圣门弟子们在麦地那缺少水晶，只有那么一个水晶，在别无水了，所以只能是靠这个水晶里边的水。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此水晶它进口就有6尺到8尺有余，进口是比较大，而且呢其里边的水的流动量也是很好的，细水长流。而且从另外一个圣训当中，使者阿赖斯拉姆说，伊扎贝拉格勒曼乌古勒泰尼菲拉亚特米罗勒赫比斯，如果呢水呢达到两缸的时候，它就不会接受污染的。关于圣训学当中的圣训的发表背景的这个话题呢，就讲解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恭喜黑色的马雷库马哈姆托拉伊巴巴的卡夫。